没话说，我就走了啊。小静，小静，你不要走嘛！你吓我改什么？人家改就好了啦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可是你说过要爱我一辈子的，你怎么这样呢？我都生气了。说说而已，你认什么真呢？说说，那你说那个女的有哪比我好？她最起码不这样，她比你年轻，比你漂亮，比你有钱，而且她有一个有钱的爹。那是亲爹吗？还有6套房产。还交税了吗？就是比你强。你，小静，你怎么着？你要是敢走，我就把这个药吃了。啊，吃吧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吃的那是变通，吃完了顺顺滑滑，肠胃特别舒服。再见。小静，小静，你别走，小静，哎，我求求你别走，小静。啊！哎呀，能再次看到你们，真太高兴了！谢谢谢谢，我是怎么回事？我没死。哎呀，我怎么这身打扮了？啊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交代我的事情啊，我都办好了。不是，咱俩赶快歃血为盟，结为兄弟啊。哎，对呀，你在干什么？动脚上来就啊？不是，你是谁呀你？我是你的二弟。虚竹啊，虚竹，那你是虚竹，我是谁呀？你是乔峰啊。我是乔峰，我是大侠降龙十八掌。哎呀，太过瘾了，我是大侠了。死了真有好处。哎，那个，那我是大，咱下一步怎么办啊？咱俩结拜啊。啊，结拜呀、啊！对，你看，我这有，哎。有碗，哎，好，还有酒，哎，有酒，哎，还有刀，这我也不懂啊，这干什么呀？歃血为盟啊，那就歃我的血呀、啊，大哥，白天就不要纠结这些事情了，疼啊，这关键。两位大哥，哦，两位大哥原来在这儿，让我真是好找啊！哎呀，这位仁兄是大理段誉，会六脉神剑。等一下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可以了，有点脏。你有点脏，拿我袖子擦呀你？这些细节在白天就不要说了。大哥，结盟你都懂规矩了吗？我当然懂规矩嘛。来吧，喝了这碗酒，我们结为兄弟。结为兄弟。